现在这件改了个形状，很美呀，精致多了。我干脆把瑕疵都去干净了，通透、饱满了。黑车你好，这件先画了个草稿来沟通一下哈。现在这个头呢就很纯，然后肚子呢也整件都很纯的，就是这里有条纹，所以我带了一份佛珠，悠然自得的一个照姿态，手提布袋，袋有乾坤，现在很合理，又饱满，做完之后很立体。